看看新闻网。是做一个会唱歌的好医生吗？因为我看你的专业是学医的，是吧？对，交大的。那你自己平时有练歌吗？这样。自己看你视频的话。看诗什么？视频。吓死我！你做医生，我一个看着尸体练的，吓死我！哎呀，你这是尖叫的，尖叫的。看着视频练的是吧？所以说没有这个专业的辅导。唱的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，这样我们能来一个比较流行的这个国语歌我们听听。对，就是你平时对着视频练的一些歌，对。视频啊，好像视频练的。对，还要学会站在舞台当中，不要缩在后面，站前面来点，加油啊。 OK。 每一天都期待能和你见面，你的爱是我曾经吸到肺里的烟，剪不断那刻骨铭心的纠缠，那是我改变不了的永远。是一年，是我最遥远的从前，那一天，是看到尸体了，是吧？你藏在我的心里面，把思念改变成信念，爱还会不会？好，给我们看看专业老师点评哈。就如果喜欢唱歌，就继续好好学，继续努力，好吗？做好医生，好的。病人更需要。谢谢。哎，医生吗？谢谢。